我从食堂回来了，最近呢总是有人给我分享这个视频，又刷到个厉害的，将后翻两条须须拉出来，是不是看起来很厉害很简单，我们来试一下吧。我发现大家做这个头发的时候头发都是有一点微卷的，那我们先卷一下吧。这样我们一个卷发就完成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按视频里的方法往下扎吧。扎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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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大胡子，向后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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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条须须拉出来。这不就是迪士尼在台湾的发型？我室友夸得很好看，很温柔，很温柔。换个衣服吧。Looking for you, how is it hard looking for you?东北大熬汁绑那么紧，好了，没呢，这才几个啊！绑头意识上，拆头火葬场。谢谢，拜拜，晚安了。抖音。